十多年前，他失去了刻骨铭心的初恋。我们为什么不能相爱？因为你是有钱人，我只是个租房子的穷人吗？十多年后，当他准备拥抱真爱，你确定要选择他吗？当年的初恋却又打乱了他的生活。莫林他的妈妈就是妲己，如果她真的是我妈妈，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面对这巨大的冲击，他该如何承受？最曲折纠结的浪漫篇章，敬请锁定东森戏剧《悲恋花》。